喽，今天吃了四个粽子，三个肉的，一个甜的，鸭血粉丝，还有黄桃罐头。我先吃一个梅干菜的吧。哦，哇塞，已经看到里面的肉这是笋丝肉粽，这里有一整根排骨哎，这里面是陈皮豆沙，它不是那种红豆沙，是有陈皮味的。
筷子上面沾满了纸巾，我还是用刀叉吃吧。饭后来一份糖水真的好舒服啊。那我今天就先拍到这里啦，拜拜。